起你。哇，开！我来瞅瞅。速单，速单。渡火者的醒悟。渡火者的煎熬。对。就我给你们的最好建议就是在45级之前，一个数字都不要用。就输出效率太低了，就觉得你当主 C 的话，这么强吗？效率太低，这一次生命太长了。哦，他只能去带那个，去带祭礼剑，然后把 C 把一的 CD 拉垮，就是那个重置掉。哦，按照他一和大招的这个 CD 来看，你当主 C 输出效率太低了。啊，对，新的装快！主要是他这个技能可以脱手，对，可以脱手，然后挂水效率挺，挂水效果很好，但是效率就有点低，所以他得。他得当辅助去带祭礼剑，然后加创轮效率和我的机子都有50了，你敢信？刷新一图形，这个星球的再给一个，还有吗？辅助的话太麻烦了，没了，给你个探地窖吧。探地窖可以，他已经到三了，你就被杀了，就直接搞灭了。搞个雷德出来呗，雷德出来，雷德一个 E 矿就直接死了，很强的。真的吗？我试试。对，一个长按 E 啊，长按。雷泽挖矿很强的，对，就当挂水分就可以。就他如果满面的话，是一个个是一个相当好的那个，这个完美的挂水分组了。里面就是可以挂。看我一个亿。长按啊！长按，走。看到没？哎，为什么这个水晶矿可以？一亮喽。效率很高的雷泽挖矿，我下一个。我之前做那个时候打木桩的那个人，我四个木桩一起打。这把应该跟我没关系。之前有那个我要你要用雷泽一个亿，飞过去 OB 了，雷泽一个亿全部灭掉了，然后我雷泽一个亿，他连一半血都打不到。挠了个痒痒。应该那个我要看伤害的木桩还是伤害高？连你雷泽没氧的话，一个亿。在那个对于联合那个对于联合凝聚光中间。我发现我都没从来没打过。哦，完了，狗没有到，快撞他，快撞他，提前撞，狗就能送到了。这里一个炸弹炸不掉，炸不掉。他必须要啊，收信人无法收此球。你指的是他秒救，秒救五能六。哦，你这把撞了，撞痛自己。走完就换可力吧。怎么寸板不留啊？用完了呀，所以说你不秒救我能六啊，一半了一半。他来演，都给他秒救，秒救。好吧，求了，就这样吧。那假的，这边寸板不留，我都没有博弈空间，你知道吧？我来了。你去哪了？对面。出来直接往前面飘，对。服部之处寸板不行。可以偷。下一个。天恒山，天恒山。放挂不飞，就这样好了，就我。天门去了。听得很耳熟呀。就那个没成功点的老头山。看见了。哎。啊。我有差点进去，他那个进不去。哎呦！你死了呀，邮差！真吓人呐，这电击量的兄弟，这电击量的也太吓人了。不走啊！你们能走不？那上我了。在太空漫步，杀一分去吧。哇，我这个还会补呢。你走，我怎么走啊，兄弟？那我没办法呀，我在这边也没地方走啊。那我咋走啊？闪着呗。你这秋秋的迫害协会的呀，你是？好消息是这边一块资源嘛，这边还有一块。他掉了那个号角，那号角用不上。万一后面你再送几个就是你没用的上。龟哥上面的，你说那个箱子，那感觉是球球的盾，你要用那个大剑和鼹鼠型的。
啊，还有可莉，可莉，跟你讲，可莉重击是最他妈的，干嘛吧？可莉重击是连连盾 QQ 人都能掀翻的。我想，我感觉应该没有可莉打的。我想他死了，对，我有可莉重击试过了，什么都能掀翻，兄弟，就没有他不能掀翻的东西。辉格在哪？还有两边的 S 吧。辉格那个，你越防，你越防越命啊。没，双盘这边。怎么不玩搏命慈善家啊？那不早死？不是搏命比双残真的吗？他应该是这个对吧？你可以打个标记，你把矿点打个标记，然后你可以忘了。那你这密集点就这么几个，你记住就行了，剩下的都是散矿。好了，踩完了，下一个去下面那个，下面那个副本传送点。点一首。他我感觉他不仅是一个最强战力，他喵的是目前两个国家出来最暴力的，因为其他那个包括尼月的现在都没有能把那个野盾驱逐人掀翻的，除了就可以。而且伤害还好，我灵当然我灵命可力跟灵我的灵命如老灵没看，我感觉可力的到那个高度高一点，但是手感不怎么样，有时候就手感差一点。哎呦，这刀好快的刀！完了，四三家，他遭我挂，没人救了。能救我有魔术棒，让我全力学。他垫了一下，三家起来了。爬，别摸了，油菜快爬个爬。我换个豆，拿个锤子，他挂我了。对，那可力实战需要点控啊。我有针，我有针。我觉得可莉拉上攻击的话，他的输出应该不会，他不自己吧？哎，输过这个卢老爷。啊，这不加速能跑了？加速能跑，好快！输了魔币也没用。看到你了，虽然没事，丢彩丢的没事。看到我了。因为现在里面的时候，现在里面我的里面卢老爷不拼了，他们伤害就差不多了，有时候伤害太高了。不拼了，我都直接走就行了。小图，这个是真武器，直接起来跑就行了，不管我的。真实的武器 C 的强度，就起码是可力的，老级别的，不像那些伪 C。武器伪 C， 你要吃到了，你要干什么？氪金主要是吃了那个，吃了雷。救啊！没抢到救啊！因为他有搏命，哎，搏命打到我，我出不去啊。对他持续不如卢老爷，他的爆发高。外星走两个，我没放大枪，买不了，买不了。因为他那个普攻倍率，他那边应该是烧的，他普攻倍率跟他霸我。但其实也不好说，因为可莉持续战场的话，他的重击伤害其实也挺可观的。重击伤害高，普攻倍率。我抢，他都死了，没了，走吧，上我本去吧。这个你不要吗？这个你不要了。我没了，我操！脸上这个你不要了。这怎么还有一个？不要。等鱼月送走。走吧，刷我本去吧。哦，还有一个点里面，来我这儿取经。你要在我这儿，快走，我走地窖。进门。操！在我们的他甩你去了，强哥。你为什么不从副本这边下来呢？啊！在地窖口边，哎，正好中气火了。好，像莫娜这次都是这种，按照我的标准，他的路。还是闪车，莫拉是辅助，哎，过来凑热闹。他是配合大刀打，但是他这么一改，那你死了，我技能一点都不用。少个人啊！他的一命效果是只对自己触发的，他不对队友触发。我有点想跑了，所以莫拉有就行了，还打我。走，按照这么说的话，官方的定位是想把它定成一个，起码是我就玩三把，玩三把我就跑了。辅助的，你换个灯跑。还是要再发布一个招募吗？等一个幸运儿。然后那个幸运儿竟然说：“我他妈这辈子就讨厌有人说自己十二岁，还说我幸运。”再发布一个招募。现在就逮到那个十二岁一顿臭骂。还有人就名字叫我怎么这么帅的？是谁啊？我蠢球不做人了，可以就这个人了。那是可以一起打的。
啊，不是，我来玩，我他妈让我玩吧。地狱人在旁边才关，你跟西曼说啊。好了，这个可以那个了，这个可以打。那让我来一把。打完打，我挂了呀。打不过来啊。打火本呀。这石破流拿不了。要换。打不过来啊。推荐。只能再换。换了呀，他都过不来啊。我跟你换不了。他换，我再跟你换。我又换不来啊。我已经给你点了。没有换的键位。点一下我头像就行了。我在下面是取消准备再换呀，你要先取消准备的。我肯定取消准备了呀。那我重来一次。打住了。老板走。你看我点你了，啊、没反应。砂糖。看到没？温迪的下位替代品，你只要你只要那个，你只要是没有温迪的那砂糖，看我还点你了，我没反应。这次可以了。嗯。我感觉温迪的跟那个砂糖的聚怪能力跟可莉的一个差不多，范围不正。可莉。那我成就不做了，那能不能表演一下佣兵啊？跟他的意差不多。然后说是跟 S 佣兵学的。后来又不一样了，后来又嘲讽。就是聚在一起嘛，都是聚怪呀、啊，他也是聚在一起。打颜色。他嘲讽也是，我里面会放个一单十万，都是围着一打开。我来玩一下冒险家。我来玩版本答案，带搏命。我操！我看到朋友圈，朋友圈那个原神策划发的那个，这是和黄山联动的，好他妈美呀、啊，太好看了吧这个。对呀，他要是黄山呀、啊，这个风就是那套，他那个他那个那个，不需要就是那个那个什么地方，那个怒花池那个地方，就是那个从黄山那边搞到了灵感。但是建议大家不要去黄山，这皮肤是有点太明显了，受到打击。啊，他这也美，他这个皮肤感觉不容易被脏掉。我看个亚裔，哎，玩啥呢？这他妈的状况好抽象啊！要不我也玩不起，我也玩不起，玩个帮帮哥。卧讨龙可还行，卧讨龙是我没想到的呀。我猜的是讨龙，我说为什么伤害这么低呢？哎，大门啊，他在墓地。我手上的笔放个七我在小门。我放不了大，我来大门了。拉大王也跑了。我来了，大门找我了。那、啊、我不卡死他，兄弟。你四号级了，你去四号级。你给他上个水，然后你去把那边引过来就行了，不用打，把他引过来，给他上个水，然后引过来，过去摸他一下，等他自己就过来了。我一会儿看到吗？他走了，往那个。就你 A 他一下，然后往这个往我问你大这边带一下就行了。啥图呀？小金匠，说半天，主妇都不知道是啥。你给你报。等你往。等他到小门，我记得都快亮了。他已经到小门了。发，感觉他做画就要吃刀一样的。杜火的醒悟，你悟了吗，师傅？都他真的不需要看画的，这啥？我这画点上的不需要看画的吗？他可以回头啊，回头可以躲啊，回头可以躲。那有屁用啊！这东西，他在我脸上，在画脸上把我打死了，什么意思啊？画家倒了是这样，画家已经画家倒了呀，画家削。他现在还没弄完，没弄完画家。画家最惨的是他那个画的要等画完才能。主要是延迟，削一幅画都没用。不是延迟，你知道吗？我就在椅子旁边，我走着通道里，他看都不用看，你知道吗？啥意思啊？他把屁股后面干了，他回头就行了。画画的一瞬间，他回头就好了。不是他一直没回头吗？他回了多少次头？绝了！他就不看你那个地方，他就倒霉往你那边拉，
这有屁用啊，这个这屁用都没有嘛，我画在现在版本答案肯定是比如说我放一下这里，哎他看了看了，哎他这里看了，这版本答案肯定是冒眼睛，冒眼睛强，我死的莫名其妙的，在一个通道里面，他走通道里走来走去都没看，绝了。最后一个树叶在他妈哪儿？哎，就你那个树叶得用了，然后没再骑他。他在整机。对呀、啊，我这边树叶用不了了呀，我得去救人。我们差点整机啊！那明天才快开了吧？不对呀、啊，明天才把我开掉了，我树叶开掉了。你就没修机是吧？我修了呀。在打谁呢？你到我脸上了，他来打。喂。这位的小木屋啊，小木屋一台整机，我也来了。一刀。这是真的没用，我觉得。真挖树叶去了，小木屋我能修五十的，自然加搞吧，我扛一刀行了，挖树叶去了。我没有双弹，我连弹射都没有。你为什么没带双弹啊？没事，扛着。你去挖宝去了吗？我去修路去好了。挖完就亮了，挖完就亮了。能改善吗？他小木，我好了，可以啊，可以的、啊，也好。快走，亮！亮吧。看我这暴雪家，我操，救人修一台半，我操，无敌，绝对的无敌。关键我还能带不力救人，那慢一点，不行吗？三台树叶用的合理的一匹。那小门开了，开了。走地下，走地下，走地下，走地下了！快走，走地下了。没有地胶，没有地胶，你搁那喊什么呢？他没有地胶，怕被打死了。哎，那画是真的没用，在那个墓地通道里面，我在通道里放个画，他居然来过了画，然后在你那把我打死，啥啊这是？他现在没有之前了，之前是只要你放话的一瞬间就直接吸过去了，现在你话放完，他在你放话的时候直接回头，然后不看那幅画，然后过来打你一刀，现在画家没那么强。但是冒险必经之路啊，好吧，这感觉就像那时候那个红那个十三家那个道一样的，反正回头一点反应都没有，一样道理。嗯，可以选是跑路，解溜了，我们又少人了，我要拉两个工具人打吧。你这好几上拉呀？我好友没人了呀，在线的都拉不到。这挂机人。招募个屠夫呗。招募个屠夫，必须厮杀，没厮杀踢了。把这个月勇踢出队伍，然后招募个监管，好吧？你招募一下啊，招募队友，发布招募信息。确实都要不在线玩了，要不就直接就挂机了。五人排位。等一个四杀监管，强的来。名字写好，最多七个字啊，这么难受。有三阶到四阶，好吧，队伍要求。看一下有没有人，
这个一招木折，我一条入队申请，看一看，偏爱85号选手，监管者，监管者是二姐啊，不要，监管者二姐，二姐还是三姐，不要不要不要，不行不行不行，来个强的呀，看一下标题啊，哦，五阶二，这个还行，可以啊，就你了。就你了，不挑了，你给他换一下，那就打。老哥，看到你，那打还准备了。老哥，监管，对付打个字。你跟他换啊，还是你要打？我跟他换了呀，他没换。取消一下，让他们你们再换一下，可能他卡了，跟游泳一样。可以，完美。嗯，冲。冒险家打帮帮可以啊，不错，挺克帮帮的，帮帮开局找不到人，切活也找不到，那冒险家还能带个活命。打礼物不行，礼物顶上顶那个东西。礼物没有，礼物你在那挖东西能看得到你。那打帮帮很有用。打礼物只能靠自己硬流。帮帮感觉还是可以的。你看我的技师，我技师尽力就是，不行他立下。只要不神动就还好，感觉只要不神动。那排位不是女巫就是邦邦，就是艾露本，就是雕刻家。雕刻家没有了，现在雕刻家废了呀，二阶太弱了。我跟你说废了呀，都在打的，会打的还是一样的。还好，没有之前那么强势了。之前二阶我躲都躲不了的，也还行。他放了转还是躲不了。那、哎、循环木马，那循环木马往帐篷去了，我还能当先知给你们爆点，我操！往帐篷去了。又催我，肯定行，又催我，哎、我醉了。哎，你蹲一下，你蹲一下，他来了。这么尴尬的吗？找地方蹲一下吧，看脚印。你肯定被看见了呀，那个屁股来一下。肯定没看见我，肯定看不见我，肯定看不见我。你看，我这不往前走，然后卡了视野，回头蹲的。太慢了！可以一脚！我去，奥利奥！我服了，打了个奥利奥，这个怎么打个奥利奥？要个闪现还行，不亏吧，不亏。这个东西要加了呀！放哪儿？把佣兵解散。佣兵脸上吗？佣兵救了我，不救了，我出去了。把佣兵脸的话，我可以依旧。佣兵。就是用兵器的，又是差一台。我亮了一台了，然后佣兵那边有一台，差一台，里面还有两个士兵。
快快来救一下，来救一下啊！我技能量不了，我技能量不了，我得挖个树叶。那你挖个树叶亮一台，然后去救他，其实就够了。亮不了，亮不了，亮不了。没有，你救我，我救你。我救一半，我还有一些小房，可以，可以亮，可以亮，可以亮。我得，我先救你，救完你之后慈善家去保，然后我去再挖一台。给我救下来，先给我救下来再说吧。来，针对我打了。没弹射啊，确实有点难受，确实。好，我被电死了，再见。装个屏吧。退役了，退役了，退役了。得过来补小木啊，那艾莉得过来补小木，然后我这边能挖一个，来修一台。我帐篷补小木。传送了，传送了。我去帮你们看一下对面的图，挺炸的。幽冥不会没死吧？幽冥你在爬。出来呀，累呀。点了、啊。他打的约瑟夫。管不了这么多了，点。还有传送啊，去终点来。老子又在弄我，门开，这个门能开，点一半，我到就开，传送，传送，传送，哦，他走，他奶奶的，我走不掉了，有病啊，在你后面站着呢，哈哈，不是有病，有病要吃一刀出去，走要走那个吧，啊，他没有发现他中嘛，有病没有发现他中啊。爬行加速，哎，我正在扛这一刀，我又爬行加速。他在撞虾，又没虾。那一打到尿就容易死个屁。打这个没杀到这个人是什么游戏打的呀？这约瑟夫埋了吧？哎，现在还卡我，还杀了，啊，挂电视了，这不挂电视？挂呀，哥，别找了，那边技术打大洞了，挂电视呀，这不挂电视的，挂电视手。应该他去好了，哎，他可以打了一刀，好也不亏，再回去。打中！哟、哦！硬要先杀一个。我们俩都是连击啊，对手。
可摸，压不赢了是吧？我也死了呀，终于跑不掉了。不走太慢了，第一个插头都是怎么的？上车也没用关键。亚瑟，挂呀！下去了，我下去了。不管什么下来了，就下来了。对啊，我刚才就是我听到打洞的声音了呀。我咋没找这么找到这个洞在呢？刚出来的时候就听到一个打洞。那你看来了，哎，可以啊。看那个，走，来这么玩呗。巴迪亚斯，抓这个位置击击不是更好救吗？一样的呀。谁呀，老弟？哎，我是个刀啊！一秒。这是这一逗啊，好不容易了。你爽了。那死了。好了，哎，好了。我也以为他娘好了，才想走。我也在废墟。啊，这女神像、啊，我在里面，还小木屋，小木人皇那种。这大招你啊！黄衣女，不对，就在那个大门啊，你两个分身在里面，看大门出去。
擦野，可能我这边擦了有一个。来我的了。给你六条。哎，这个中打了，这个中没打野。回去了，他真的回去了，快快快快快快！给你加个速，给你加了个速，我应该跳那个装的。黑的衣裳，没他的衣裳吗？我这边没有衣裳。他必须有一台，我能补掉。低速。没套鸟就套鸟就还能六，我可以救啊，可以保命了啊！你是不是还有台遗产啊，媳妇？面还一半多，那机子够了，现在再修一台，我这边再去挖一个树叶去，我先帮看能不能帮你把中场的那机子补。哎，给鸟干嘛？这个不知道是什么。我这个洞可以钻过去了，他晕了啊！这个洞可以啊，哈哈，这个洞应该是可以的，感觉有点固执。好、哦，换人了。啊，他又想打我一刀。这波整的坏了，你挖个树堡，你直接把医院就能，那你给那个我知道，我这边有52，医院，我得先救你，救完你我再去点，那去医院点了，我来不及救你了，你给他那也行，你给先知那个也行，先知的多，他那个80多了。你点先吃那个，点先吃那个比较好。你点先吃那个，你不能不浪费啊。他不要去闪银阵吗？我插了个人，插一个，我用好了。不管你选量，好刺激。我这冒险量真好玩。那锤我呢，就不好玩了，我要隔壁的。咱们快点啊、哦！他没眼了，他三个眼都丢了，大门一点的。我还有38的进度，真短，真短太短。有没有那种找我找平台机的图谱啊？但是好像一个那种硬找。我上次博弈，上次博弈找了冒险家，找真找平台机了，你解封的就好了，还在找。是不是离谱啊？对啊，都在军工厂的小木给他找，然后帮忙找半天。像结局不太一样。
你两个。这打成这样看不着啊，这是啊。你像是在空刀。旁边不是有个没有叫声啊？镜像的叫声吗？我怎么听到你在叫啊？龙龟那个现实满血的，应该镜像的叫吧？镜像为什么会有叫声啊？好奇怪啊，这个设定。怎么的？镜像不是人呀？我还以为这样都不会叫的，一枪就会叫。都猜啊，这个板子，这不意思好了呀。哎呦，这倒霉了，真的是。先走板，然后再回来，然后把它搞不满，然后这边跟他把一个炮的。尴尬，没了，流量超标了。哎呦，手机没电了。外界因素，没办法，埋了吧。好笑，这么丢脸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紧急充连，这连了回来人都不见了。我有没有播好玩吧？有没有播好就停开播了。这好巧，点了，我操，直接抢点，一波掉线，四杀变三杀。
这个月怎么的，我直接踢小门，有就有，没有没有就回头站他站了。走过去再踢大门是绝对来不及，怪他点点。反正人都过来抢，一个踢一波躲一波，没有人能回来抢吃。大哥玩这个带我飞了，我继续啊。在祖师爷面前一次一回，我在小木屋，我在废墟里面，像我去大门挖宝去了。在哪儿？我在小木屋。让他追我一下，我在家里的情况下。哎呦，红蝶！哎呦，那就要针对你了。我在家里。被这个红蝶，他不追，不追，换人了，废墟了。都在大门快乐挖宝的，等下时间。怎么又回来了？我要好，着急挖出来这个宝，留一下。等一会儿。我听说你说我不追，那听到你的呼喊了。这波可以挖出来。怕什么呀，我的天哪，我有点怕，因为打个震灵剂不怕了。然后这个洞打的给我，我就不怕了。哎呀，我操，偷电不行，我现在在镜子旁边一块板都没有，你知道吧，我去了大门一直藏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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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藏我藏不了了，我镜子亮了。你说查了，因为查了，这个前锋吓得，他躲了一下。在我这儿，又开始找我了。这边查不动了。三连了。他怎么又来了？他不要其他人啊，只能找你啊，这也找不到我。研究动一下。有没有遗产？好多洞。你们的修一台遗产，可以搞两个树叶直接亮一下。哎，不对啊，前方不是修了台了吗？怎么有一项服务的改成不开呀？对，要放一台遗产，然后你要修一台。
他应该补开了呀，他们俩掉线了，他一点掉线了，这是遗产吗？又不对了，把这小木屋亮了再说。又去小木锥了，我的我看来我在打的动画都消失了，就一起动。这边还有60的树叶，又沉重了。我来帮你补机子啊，60，给接点。你死了。点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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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 TP 没 TP。好，点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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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点吧还能过来，那距离是够的。你走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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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个搏命的搏命救我一波，洞打个洞救我一波，然后你再点门。他龙是我，他龙是我。哇，他被你们洗那么多头，还敢过把头？头都洗铁了。我起来了，我走了。我追你吗？跟你回去帮点门。追追我，追我，追我。62，62，62，别过来了，别过来了，往那边。我没有双弹，帮你撞了一下，帮你撞了一下，门开了。没事，他锤他去了，他锤他去了。没有锤他，还锤你，还锤你。他锤我吗？我帮你回头。哦哟，这前锋，勇哥，我操！这也太惨了，哦哟。啊，两个有搏命的人走了。这哪个老是约瑟夫呀？职业约瑟夫。别火约瑟夫，这个顶着乌鸦搁着跳舞。这把感觉有点快，有点快一点的。啊？这我观看视角的问题吗？这咋能打到？传送干什么？这个人？怎么这么叫我传送啊？起飞飞天，别救，我来不及下来，原来还没反应过来，我笑死我了，这边落地又起飞是我没想到的呀，这还不直接过来一击。约瑟夫，你又能上场，有点猛，有点东西。可能不能走得越慢啊，他打了又。这还能跑位的吗？你说我上一次有个更屌的卡位，前锋盖个板子，然后板子跟屠夫站的位置，然后形成了一个三角点，把人卡住，挺离谱的。这里的卡位挺怪的。感觉还能捡到这个条是啊，又卡了，走的又变慢，
完了。有个门，我操！门不敢点，还有个人抱乌鸦了。哎呦！还来得及挂，现在 CD 挂了之后又得摇回去，这就是一个手扶吗？石上刷了个地窖跑了，啊，就是地窖，他不去了。不是地窖呀，为什么不去了呢？是地窖，这心子都不跳了。实际上在地窖偷跑三连去了。我说我看这些是不是没追了，应该默认是地窖追不了。是个锤子，这边是戏底个鬼，我这边是戏底个鬼。我又是啥的，没回事。我这边以为你看到了，这边的张口就来。实际上地窖。医生配合你们下的呀？那我这插个庄园老友啊，我来个杏园吧。冒险家没有庄园老友，冒险家是第一批角色，可惜。冒险家后来出的。我开局扔在我宝藏上，你敢信？天选之人。我开始出在竹林上，你敢信？那你是天选之人，我两个不一样。我天选，你天选。他是个棒棒，我是大哥。嗯，吐了。不是在你附近吗？怎么上到我来了？嗯，对啊，我往上走一下去了，看有人休息，想追你去了。
他上车了，他上车了。好家伙，这是要弄死我！这有个洞啊！哎，他洞怎么取消了呀？是我看错了吗？取消了吗？啊，是取消了，没看到洞。要不洞接，我把它接好了，怎么取消了呀？他该洞能掉的。没有洞啊，我要死了。没有，就是在墓地，一个洞都没拿。这么抠的吗？哎，他去这里。我二楼下，二楼下。去了，去了。能卡一会儿就，其实不着急。哎，我打试完吸引一下火力。让他打洞直接好、哎、他打洞偷了，他能打洞偷。我下来吸引火力，丢个定时在我这儿，这不偷还不偷。我去，他都把我炸秃噜皮了，他妈的炸给我一下了。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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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在动了，他在动了。他回红心绕你了，回绕你了，你回来吧，回来吧。90多，九十多的距离，一般再修一台啊，我还能补一台。帮我下个板，帮我下个板。好、啊，帮他下板也行。他不下板，他不过板。我休息吧，我休息了，我休息。带的啥？不教这个人。你们两个合修一台就行，我能亮一台，我两台机子我能亮掉。我都不知道机子在哪，我自己修自己的。机子在我脸上逛街，逛来逛去，逛来逛去。在打洞吧，我觉得，我自己干自己活。我装脸了。他说我能救你，我能亮一台机子，然后救你。快亮，快亮，快亮，快亮！两个人过来救，然后顺便都帮忙打个洞。他还挂过来了。那行啊，那卡一会儿。接不接？他给我强制揍我吧。你可以偷偷摸摸走过来，他看不见的，瞎，瞎得很。哎，这刚刚我就……哎，他自己扎进去了。他扎进去了。那快修完了，坚持一下，八十了，十五秒。喂。车我能开啊、哦，我有搏命的。开开开开开，强开！椅子给他拆了。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来了！你们门开了，什么事？我还能救你们，我有搏命的。啊，他干嘛呢？哦，有一棍子把我敲死了。能开，能开，能开，能开。他在做表情呢，看见你了，看见了，真的。对不起，我走了，走了，看见我就走了。是打洞去了，就是要被震慑，我跟你说，就是要被震慑。
怎么炸到我们呀？你怎么死了呀？他妈不干嘛不扯人啊？跑了、哦！你是怎么跑的呀？你这是个演员，我操！车，有机会，稀饭，我来救你。这个锤子，你跟他一起醒的？为什么我跟他一起醒的呀？他不是刚举起来了吗？举起来，你撞到他一起醒。为什么不是我先醒啊？不知道。爬吧吧吧爬！你怕你被撞了呀？肯定是这个。为什么给我撞下来啊？但是给我撞下来，我不晕，我就能救到你们。你那个判定车，你们俩都有伤害的。啊！啊，这边好惨啊！这边只留一个。找得到我，我跟他姓。还有枪呢，一个都不让他留呢。没法了。哎呦，门好没有开、啊。哎，老师，哦，有人开，有人开，赶快走了，走了。他满加速呀，老铁。他满加速。那你能杀掉我？我这个狗主乖。嗯。你说你呀、啊？我说这个救助。被打了个 perfect 知道吗？这把就是被打个 perfect 打了个 perfect 嘛，打了个 perfect 还行。完了，那个人最后搞了我们一把心态，然后人跑了，裂开，又需要再拉一个人了。再招募一个，招募，好、哦、招募活着的队伍。招募一个稳定修两台的，没修两台埋了吧。速修来，哦，是吧？找个人来速修。没有速修的，一条入队申请，可爱多来一只，就你了，决定就是你了，可爱多。我来把图，我让这个人来打把人类，他辛苦了。刚换到人类，没适应过来。一点没有适应。
你要玩吗？好了，冲！哎，还有一秒。真的是来速修的、嗯、直接一手机械师、嗯、我来保他一手，让他修呗。我是小木屋了，我在小木屋，他应该是让那个双十一。你修小木屋，我修中档的，他不在双十一，他还真在。好像是带动的机械师，那难受了呀，速修一号没了，死得快卖了。哦，修起来了，扭个镜子还砸一把，兄弟，有点东西。还是先把水倒了。看一眼，应该要交闪电了。开了中塔，镜子没逼出来。这家难受了，哎，勾一手，勾一手，有没有机会？就勾个屁呀！他这个动作有问题，快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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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他要勾，别救了不行啊！你不能救，别救了，他娃娃没修机子，把他不然他娃娃修机子。然后你，我救，我救，我救，你走。我闪电撞墙，哎，老老实实抽刀就对了嘛，抽刀就不对了嘛。打我来了，好家伙，好大的脾气！我看到他闪电撞墙了，他要把我灭口。等决裂了，好，就等决裂，恶心恶心。那还有球吗？没有球了，看他这个镜子刷不掉我。哦，完了，刷个镜子，我心态崩了。镜子没刷死吗？没刷，镜子没消失。行，这镜子烧出来我心态不好，那我还能再溜一个镜子。空军要帮你开枪了。哦，没开。那倒是开啊，大哥。对，是上来了。没办法。那空军救你了。他们是在遗产，小木屋也是，小木屋是我的遗产，那也是我的小木屋。我不结实，你不结实，一场自够了。好家伙！
家伙脾气太大了，看到他的闪现撞墙就要杀我。等你啊，不到嘛，这个空间救不下来。你有枪能、啊、救不下来吗？好家伙，吃个龙刀。你看我都怎么来的。哎呦，要好了要好了，开枪了，开枪了，别急别急别急。都在开，都在开。切传送嘞！发工具，你们应该能开吧？能能能能能。能过能过。快过我！哎，等会儿，技术说不定死了。哦。你是走了。打这么快啊？那肯定，我们有机械师啊。老哥一看就是看标题才来的，好吗？打了一个速修来的，老哥进来就选个机械师。好顶，有机工具人，别想了。他俩在海边呢，海边，海边，他俩在摸。啊，这我都没看见，这都看见了呀。左边，左边，屁股后头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！没看见，没看见。哎呦，这个眼神，这么远都看见了。玩锤子。哦，皮带不是，这是给他看到的。这是皮带不是，这是看到的。这哪能看见？我这那么远，我的天哪！这就是厨房的这个大点，我操！这鬼看得到，我操！我也没看到，说实话。拉着锯子都能看到，我操，太屌了！得锯啊，我给你锯闪。锯闪。我差点没记着，也闪过了。你拉一下孙宇吧，孙宇要玩两把。啊，他不是谈恋爱去了吗？孙宇。你搞一个，请他下车，我拉他去。啊。打个字啊、哦。你们谁想撤了？这个人好尴尬。我跟约瑟，我们这来了个人，约约，要不撤了吧？要不休息会儿，辛苦了。哦，没人理你，直接踹，说完了。
自己在。快吸吧，老板，老板，老板。拿过来，开吧。让他来歪歪啊！我跟他说一下，让他把桶球拉拉上来。在赛后说了句拜拜。85143544啊。你开吧，你开吧，你开吧。我先点一下这个。嗯，先开。来点那个演绎回顾。啊、嗯。真大帅，他起个外号你叫大帅，不要脸，就是。你不是谈恋爱去了吗？阿思雨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这个女朋友还没走呢，你这是不是问问问的不好意思了？就是给搬了，没有时间了。继续玩我的梦想家，快乐加倍。这么诉求的吗？律师诉求。报应家律师钱锋，天资。你怎么知道我们的阵容啊？有个提示啊。哦。棒棒，往小门走了，出生墓地。小门是我，小门是我，小门是我。他要找人。小木屋啦，小木屋。那我等他。我被骗了，兄弟。瞄好了。瞄好了啊。裂开。我裂开了呀，我被找到了。卖了吧。我以为他走了，他怎么又回来了呀？我想直接出挖宝。你宝挖出来了吗？没有挖，我就没有挖，我宝在小屋。那跟着把你卖了。卖了呀，没事，我还救你。帮我卖了，帮我卖了。好，操作一波。Okay, 你要单弹，然后攻击一波超级螺旋球。哇操！看我的兄弟。看了，看了，看了，看了。给吧。帮我挥个超一手，好，超了，可以。这都是真要把你卖了，没人救你。对，是得卖啊。我没有宝藏，就我没有用啊！好家伙，我被这个人骗了，我以为他走了，我还想直接出来挖宝。我这个冒险家不够老练，有点单纯。
技能也没交吧？技能没交。没交。来藏我，来藏我！三小门啊，球很多。到哪了？到墓地吧。红牌。他要去炸你，他要炸你，这个人没一刀。来我这儿了。丢了个雷，要好了，要好了，要好了。怕不怕正事，直接扯过去。两个了，那我挂起来了，我得挂起来。跳舞，徐帆，有没有跳舞？跳个舞。这个我这个乡村舞呀，没有皮肤呀。你怎么没有转圈那个舞蹈？有啊，但是香车舞啊，没有那个熊啊，没抽到。再缺就行，要求不高。再缺啊，这种时候不是脱口再缺的好时候。给这个冒险家鱼也送走。最后一把了，可以吧？吃饭去了，方家你吃饭。
龟壳太容易被找到了，小乌龟。不要耗在上面啊！黄衣之主，血量不满，往鬼屋走了，到鬼屋了。来我这应该是，来我这，来我这了。树叶在鬼屋搬后啊。他不抓，去起点啊，去起点，二战那个地方。在我这，在我这，不一定找到我。他追我了，你别蹲了，追我了。啊！我保障去了。就在终点啊！我过来挖树叶了，我的树叶在桥边上，我能修一台新机。我来艺术一波。修了一台吗？这修的是我脸上。要好了，要好了。开吧，开吧，开吧。要不要帮你点起点吗？我要搏命。藏藏藏藏藏。哎呀，提了个一刀斩找我来了。好，门点多少？三分之一。开不？三分之一，还有三分之二呢。三分之二。
触手能拍到你。要搞吗？我也来。拍得到，拍得到，还有得蹲。完完了完了。追我能去救吗？来，都在起点。溜一会儿。不是能拍到吗？这离谱。触手肯定能拍到啊。盖个板子。可以。他是不是回来了？回去了。哎，走。是了。快走，卖了吧。触手能拍到吗？那这些冒险人还是都没拍到啊。会拍那么多、雕刻家二阶也能指路。那这样的话，所有的品种都能。那红夫人转镜子应该也能转到吧？这样来看的话，红夫人好像被冒险家克吧？他不透视啊，但是应该能转到吧？因为触手都能拍到。雕刻家二阶转镜是什么同理啊？那的话，转镜应该也能转到。太行啊，你去个标方建议一下，把那个雕刻二阶啊，四个幻境啊，黄金触手全部找不到。大宝姐姐就不加队了。我怎么连一刀斩都没有？没练一刀啊，你不会带着塔罗天赋吧？算了，把我平吧，我亏了，好累啊！我这个雕刻家还是个鼠，还是这个小鸡，还没成长。哎，人呢？谁让木马呢？木马吗？你的弹药不是往你脸上走的吗？那好的，打这。哟，要不要极限逃跑？没有极限。哎呦！又！哎，他要走门？他一定要走呀！门你有成功吗？极限逃生了。极限留下来好不好？我的吹风机都开开了，我你好，吃了，吃饭去了。我们这又少一个了，还打不了的。再招募吗？再招呗。再招再500。西饭怎么不推队啊？我他妈都推呀、啊！我别急，我牛郎。嗯，拜拜。再找我们一个。不取标题了，离远吧。请个监管者。喂。请个监管者。对，喂，那得找个人呗，找个修机的。哦，有个接管就来了，兄弟，六阶接管，拿到最高，你跟他换。三位，一堆衣服，可以半仙之机械，我想给这座上厕所去。
两个小乌龟，我们当野蛮。老头，哇！我这冒险家选的贼灵性。老头，不是说了吗？老头，我的冒险家选的巨灵性，也开探员也可以，作用拉满。这俩是一起修的吗？一扎扎俩？不，没有，俩分开修的。好家伙，佣兵又被打了。好家伙，一人一刀。埋了吧。玩机器了，玩机器去了，我操！我去点那种难修的机子了。先送走了，这也不能着急哟。他要在划人喽！好家伙，又不给我修了。不给我修，我就挖树叶，兄弟，我反正树叶也在那呢。他妈的，穿越老头，道墙不给修。我天，我扎我呢，他没扎我呀，死皮子。好像是要卖的。点都不给修，好家伙！又修了。还是那几个看花的，我的。要磨呀，老板。叫什么呀？我回去吃大黄，把这难受的先收开。完了，又灭死了。传吧，都划我了。被封起来了。快五了，但还活着。哎，我那根是很多了。还被卡位的，我吐了。
剑空了。哦哟，好家伙！那袋血很多了，不用去补，不用去补，一下就开了。没去补，他要花我。我有点树叶在这边，出不了工地了。荆棘都在，树叶就在那，都在另外一边了。不差墓地了。卡了一下呀，我觉得。佣兵大哥在干嘛呀？怎么又？这滑死！我这有能量的。我不一定摸得到你，我也滑死了，兄弟，能量太他妈多了。爬爬爬爬爬！你还有树叶吗？有些有五个，没挖。三号你不给挖。这兵是交的自己还是？交的，你能起来不？游民囚徒一台都没亮，两个人一台都没救，最少一台其实也够了。那、没办法了，开局被划得这么爽。开局，蹭蹭蹭，碰了一会儿机子，存在感一直在涨。香水，哎呦，人手一个球啊！真的假的呀？谁也在这边？
划上一米，是不是？反复横跳，开了应该，现在就不挂的话，一会儿爬地窖上了。咬门了，这算是低薪睡觉。嗯，如果杀得快的话，还有机会。好家伙！那我来冒险家，板就吓的。
视野慢一把救命挂了，浪费时间，又不是排位。要去哪儿啊？又跑一个，又跑一个，没人了，现在就我们两个了，还有两个在招募招募来的选手，在招募，那不然咋办嘛？在招募呗。把这个点了。
这么个打屠夫的。我们队里不是有个屠夫吗？那他去打就好了。行啊，那你招募个修机的。修机来。你上马死了。死了呀。我的狗被他一个摇铃摇不见了，我人傻掉了。我说你队友啊，队友走两个啊。喂，怎么这么多啊？喂，人太多了，看不过来啊。慢点，这他喵的，这么多等着招募的吗？这个六阶三，来修机子，给那个诺顿换呀、啊。诺顿是玩屠夫的，拿去。嗯，没事啥的给他买了。没事啥，没事啥就给他买了。好久没玩祭司了，玩霸祭司第一名，那我找第二名。你练练打动呗，我打动，我打动无敌，放屁，黑的我，黑的我，不白，我他喵 S 二技师掉下来的，因为我打动，不打动，强无敌，追我，目的追我。蛋塔，蛋塔，蛋塔，三十多米。他这种有插板的就得盖上。喂，这他喵的！哇，这个你往哪转？插刀，这带火的插刀是这样子。飞，来，飞。他这不杀你杀我啊，杀不掉我了呀。我给他 K 进了，技能啦，狗贼，开完技能就跑了。来一场啊，那我来补一下。嗯，我自己以为他一场，你怎么秒死了呀？没板子呀。
我救吧。我有护臂啊。没板子，手里没动。我现在手里有动，救了我娘二六。他老拆办工具人了，他一直在拆板子。你有动吗？没有，我有动，我有动，被救下来。我帮你扛一刀，我帮你扛一刀。你拉点吧。完了，杀不掉我。他毕业生去了又。他带传送的，那肯定打得闪，你早就摸吧。键板就踩了，他这个到时候板去跟他搞一下就行，砸了一板子他还踩吗？你给结石，你给结石，你别给我。给结石啊！我操！这什么原地切黑？我没香水，我没香水。能压好，差摸个两三秒就可以。慌啥？哎，快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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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了，我就找 GS PY 去了。飞了，还没飞过去，自己封自己。哎，神器来打我！就你，要好了吗？要好了，要好了，你过来救我。他吸手木。我走了，你去点。传伞，传伞，传伞！你打个洞！快溜，快溜，快溜！要死人了！杀你了！好气！我欠你家钱了吧？幺零交过来，传送了。TP 了，那边门开了，那边门开了。打了王了，你刚才就摸箱子啊，听得到的，我跟你说，我飞你脸上。他怎么可能听得见？机哪里买的耳机啊？我都听到了。能走不？能走啊，我在门口。你有地窖吗？没，我能走门。没有地窖，我二十条。他吃啥了吗？又错了，保定。这个阵容都敢选黑白啊，还不带闪现，真敢啊！可能别人就只会这一个。哎，人还被捞了。哎，杨力被妖到。哎，再杀一个。给谁呀？我把枪逼出去，逼出去啊！不会撞上被车撞了吧？哎，被撞了，这俩一起死。结实倒挺有趣，直接卧轨了。
小副手。玩这画家，浪费吗？你要么画家得有清风保你，没清风保你就溜不动了。最多把薄面换成双弹，尝试一下。这种我还是得带，有心只有鸟，无所谓。小木屋，帮帮，帮帮的还行。他去废墟了，烧锅废墟了。哎呀，小东厂挨揍了。坏得很。哎呦，这都砸到你了！放了个五秒。放了。要转大炮吗？你现在不转大炮，我有话可以帮你放话。不用不用，他没封床，能玩他。打你去了，他不杀我。你们看吧，看话了，看话了，我走了。嗯，我吸鸟。秒就过来放个放，快快快！你别砍啊，快快不着急。我来救，我来救。你帮我画画去。刘敏也在，一起救呗，保个无伤，我再吸一会儿。要炸你！我日，直接捞了！这就非常烈了，鸟白给了。你再修一下，我再救你一会儿，然后帮你。还是老椅子。那么不好说，真的。他挂
中场会好一点，像中场这边有块过渡板，还蛮往那跑。没，你放这也一样，有那个我有加速。你要放在椅子旁边啊，以防他不看。知道。而且你放的时候，你还得小心被打断。放！扛到死，扛到死！压过来压！哎呦，没摸起来，摸到，不了。被血量一炸死啊！没刀的啊！他闪现好了，他要锤你。你觉得上吗？我这个意思。嗯。看来还是能追上。泡麻辣中就行了。这是被炸死了。没办法呀，他这炸弹我全躲了，这一直架在这儿不过板，我没操作空间啊。全扭了炸弹，第十我都扭了。扭不动了呀，他这炸弹也太多了。这是个保平攻击人呢，这是。每次切过来都是在门口捞人，每次切过来他就已经在门口捞人了。看到先知了还不一定哦，这哪有先知，那是入殓吗？入殓看太远，啊太远，还不好追，一招一招还得盖一把，这飞那个门想多了呀，还真是老道理。他这个又不能挂啊，我应该在中场等着的，因为这边还要 走大门。谢谢总是会饿的火箭，感谢感谢。喂，这不会还能让他赢了吧？得留个飞，他老板是没踩伏笔的，那没有。还没拆板呢，哎，埋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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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要想三杀，必须得留个飞，留不然一个幺零三，你得留飞。老仙鱼直接跑了，我看到有人能操作的，我就到这个位置，那边过来吸一手，当时手里第一时间没飞的，然后飞也没有，飞是小飞，杀不掉。啊，这波没飞到前锋脸上，他飞到前锋脸上，他哦，他走过来。没说法，
对吧？对吧？嗯。啊，先治西巴鸟。大宝盲女了。盲女刷贴连点。在鬼版上在起点，游戏结束。看一下桌子是啥吧，我就不敲了。他应该在选坏木马的。他在鬼屋后吧，鬼屋后红控呀。正好，我直接收鬼屋了。那鬼屋后不来鬼屋前，肯定鬼屋前那边两个人。佣兵，七点佣兵。好家伙，七点贴个佣兵，没看着。完了，开太原店没吸到，我跟你说，刚摸到你自己七点。对他要吃两刀，十几刀就卖了吧。往我脸上带。好家伙，这是要杀我的呀！好家伙。红人不乱溜吗？他不会趁火传送吧？Tony，哎呀，我只带了个趁火上盲女啊！趁火，我服了。鸟，鸟，进的废了。他要再投的话，看一下吧。还没投。投直接给了。看一下，又闪。哎，开车了，别看了，开车了。他这边有镜子的。不投。有鸟，一鸟。看，喂，秀的。不是闪现啊，肯定是闪现，没骄傲啊！你看，好家伙，直接闪现，跟你说了必是闪现。那他闪现，我上车不就已经正式了吗？第一波不敢闪吗？怕哭吗？白给，那红夫人白给。吃一刀吧，可以说，这一刀保留给木山救一下，可以的。那这把我也不救人。嗯。命都没有给一刀，那我这刀吃亏了。这是在增加难度。家伙，上火了。这搏命的。我跟他搏命是滑不了的，他不知道吗？我人晕了。他这么不直接上来 A 你一刀？有问，我就是想用镜像挑战自己，那我坐车走了，再见。他炸了。上车了。他炸了，非要用镜像打。
哦哟，怎么飞我脸上来了？好家伙，挠！哦哟，扭了两刀，扭不掉的。我重新修一台，很快的啊，卡半就行了。这边会投镜子啊，投你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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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让你修就行。孩子，挂了可能会投。投啦，投的那我溜了。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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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生气了这是啊！这转的不是白捞，然后原地重启吗？真是有劲！我日，你头是真铁、啊！真敢投啊，这老哥，这不守时，守时打完命一个双倒不香，然后再杀你不香吗？留个镜子，这边没搏命的。打完命一个双倒，一尾就投你，他要走了。好家伙，疯狂空刀，要不钻镜啊？他不会的，杀你是吧？你觉得他会钻镜吗？转过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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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人心，人心慢点。你那边能量啊？亮了啊！他不会要提了个一刀斩要找我来了吧？哎，我上车站了，老哥，难受了。哎，哎呦，反装加速！啊，他嘴里吸血了，我操！啊，我该上车的，但是但是你在终点，我又不敢开车带过去。还要怕吗？找你，找你，找你，找你！我能怎么办？你快自愈，爬！快爬！锤子，我快摸起来了。你他转个镜子再吃刀，我摸起来了。好。连钢叫他没技能的。那我不服了吗？这还钻过去呢，还真不怕有人偷哦。回去了，到追不上。咦？撤了，撤了，五点了，我休息去了。嗯，行。拜拜拜拜拜拜。算了算了。